古老前辈，盘少宝应该见有百十来年了吧？居然到现在都没荒废。原本是荒废了，传闻初代跑主离开后，这盘少宝就被封闭了，该是用什么术法，总之都成鬼地，进去的人都有去无回。没，难道是变成尸鬼了？那盘少宝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？本身是个怪物吧？好，第九幕。留下买路财啊，就这样。这个茅贼倒是让我想起往日里我长城三峡并肩闯荡江湖的日子，可现在恐怕只剩下我一柄孤刀了。大漠连尸体都难见，竟能生出尸鬼，果真有人捣鬼。没，终于打完了，累死一一了，居然还连口水都没有。玄武校怎么选那个荒郊野岭的地方搞事情啊？没哈？玄武校选在盘沙堡活动，传说百余年前盘沙堡与楼兰换城之事有千人。古道前辈，盘沙堡而今可有主？主子。盘沙堡不过废墟一片，何人要这一片石头废墟？连聊的野如一家都不会多看一眼吧？阿弥陀佛，老衲在此等候。愿带诸位进入盘沙堡，除去此内盘踞的妖邪。完颜兄，古人早以为海灵王临此，现今只剩甘陀寺的不说和尚。阿弥陀佛。看来现如今苍城山下真的只剩下我孤岛。哎耶，孤岛已逝，现如今只剩大夏皇帝。哈哈哈，30年物是人非，酒还是酒，味道却再也不是当年的味道了。没哈，这个关口是谁啊？咦，修得无礼。贫僧甘陀寺的不说和尚，祝几位入盘沙堡出没。走，进洞吧。师父之气，那头的盘囊巨物是什么？没，是鬼魄狮王啊。玄冥教既在此活动，但怎知晓这个邪术，偏受人事成鬼魄狮王，我们绝不能将这妖物放出去，否则必成大患。大夏皇帝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只是奉命行事啊。奉何人之命？明皇大人，明皇贼人。那贼人为了什么创命之术，帮玄冥教造的鬼魄狮王？他把堡里的兄弟们都变成尸鬼，我们不敢不听命啊！明皇，听闻此人行踪已绝迹多年，竟在此时，看来巫灵所言果真非同小可。明皇难道真的还活着？还与玄冥教勾连在一起？小的是不是可以退下了？滚吧！阿弥陀佛，此事已了，贫僧该回甘陀寺去的。完颜兄，
陛下，也该回去了。陛下，嗯？今日之事就多谢诸位了，就此别过。若往后有事，可去参城客栈。宾离，我想和你一起守护这人世间。啊，第九梦这么短啊！什么声音？谁在笑？玉慈，我很好奇啊，你对鬼魄狮王这生命到底是怎么个看法呢？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你先回答我的问题，至于我怎么认识你，这就说来话长了，不如等等再说。没有看法，只是被亵渎的尸体。原来是没有看法吗？你这小子有趣，实在有趣。阿良，啊，那个小丫头来找你了，你知道吗？她就快死了。什么？虞姬？因为食人宫的那套心法啊，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活到需要行刑借错人质的那天呐、啊。李总，把话说清楚。阿良，怎么了？你在和谁说话？没事，只是无关紧要的人。你身上的气味可瞒不住依依，这种城府潮湿的气味是明皇身上独有的。你对明皇很了解吗？现在是依依问你呢，不是你问我。好，确实，确实遇见一个怪人。如果他是你说的明皇，那应该就是了吧？你做什么突然问这个？就是他为什么要找你？他和我说了些话，他说虞姬快死了。什么虞姐姐？她定是在胡说八道。你想，虞姬一直好好的，一心想找科盘，明皇这人不鬼，不定是为了什么才说出这样的话。玉池哥，其实若要说世间谁最了解生死、了解灵魂，那就只能是明皇当阴了。他醉心与聪明，对这些生生死死最为了解。这么说，他的话或许是真的。阿良，你这天机尺用得越来越顺手了，不论打磨调整，它的确是趁手的兵器的。你可有发觉，每次战斗时，你的、我的，虞姬，你怎么吞吞吐吐的？我教你的心法，照理还可以净化你的心绪，不过我察觉你身上的戾气反而越来越重了。戾气，虞姬，怎么感觉你在防着我什么？难道这些心法是你们师尊的别有用心不成？你怎么发这样大的脾气？反正你横竖不满意。小不点，问你一点事。尉迟哥，不要叫小不点，都说多少回了。知道了。哎，问你正经事呢。怎么了？好端端怎么愁眉苦脸的？小声点，我问一点事。你知道见错人是做什么的？见错人？真好端端的问这个，你打哪听来的？你先别管哪里听来的，先说见错人是做什么的。这里给看是什么地方的见错人了，基本上是判断对错的。你究竟从哪里听来这个词？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，路上有人提一嘴，刚想起来就问。虞姬是见错人吗？但那怪人的话可不可信尚也未知，他还说虞姬快死人了。尉迟哥，你怎么了？还有好几声了啊。有点走神了。怎么了？算了，也没事了，这边的事情算是完了，而且去宿中了啊。
还是快点休息吧。小智，你好歹是个机关师，搞不出什么惊天击退也就罢了，队友的兵器也没办法强化，你就不觉得丢脸吗？还一天到晚拎着半截池子和人干仗。要不你送我一把完整的池子？说什么呢？做人要自主调独立，快看看这个兵刃谱，看在是技巧师的份上，就教你一下怎么讨好女侠，看着点。哦，兵刃谱终于开了。哦，到第九章才有兵刃谱，您看看。前辈，兵刃谱是什么？哎，这可是本尊有之物，点开看看就知道了。看看，这是不是你的灵法环呢？既然这上头啊，这个说明此物非同一般，榜上有名，取意自万法归同环宇生天地。等等，这后头的星月环，这是我娘的东西，你那是我娘，不然把这个寄归到兵刃谱上。啊，这个就是记载啦，都说有名声的兵器都记着，你不是就你娘才用这东西啊？这，于西，别问他了，兵刃谱压根就不是他的。你看上头这印，这么大两字，墨菊。别人送本君了，当然是本君了。本尊当年游弋江湖，认识个小兄弟叫墨，哎，墨什么记不清。他一手绝活，击退，打造兵刃无所不能，可比你小子强。才刚玩轩辕剑气，然后又刚好看到这个墨者，真是有蛮有感触的哈、哦。这兵刃谱就是他当年喝多了以后送给我了，说是天下神兵金断之法，接收其间。接收其间，那这后头的内容是在表示这灵法还能锻造升级？可不是，看看这是我溜达出去顺手摸来的这个图纸，可不就对应起来这个兵刃吗？这上面记载的是锻造需要的材料。对。对，有了图纸才能知道究竟哪些材料才能让玉池两替打造出这星月环。啊，对对对，共鸣。冰刃基础属性大幅提升，解锁新的冰刃效果，主被动技能，获得新的冰刃外观，在猎星三个之中探寻冰刃图谱和材料。OK， 又是一个坑啊！你这要去哪里打？有可从三合字 ，OK， 或是炼化，哦，炼化要得到的可以，所以这武器就可以换了。So this ne， OK， 所以兵器大概就是这样子啊，兵器就四种啊，每个人四种。可是你要收集每个人兵器的话，哦吼吼，这一个，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了，真明显。好，那你要收集图谱啊？图谱还是说猎星那边可以收集，是不是？哦，还有一大堆没点，可能就是要解些这些东西吧，才能拿到。OK， 一大堆分支啊！然后25等可以解锁，那解锁之后可以消耗天魂，可以提升基本的物防跟法防。所以这个你要练，就是真的要花很多时间去培养你要练的角色。好，大概就这样的、啊，第九幕结束了吧？第九幕结束。